OK, let's go, baby. 给你们争吵，来一只猪吧。然后我解释吗？好，我解释。蚂蚁死掉的时候会对自己的队友随机一个队友加二加一，然后猪猪话是卖掉的时候还会多一枚金币。谁是谁？哪里嘎？我这个看起来好凶。我输了，换我被虐了。这个叫做风水轮流转吗？刷个星，冰一冰。马儿的话是你每召唤一只动物，那只动物会加一的力量。打哦！完了，换我开始输了。Let me think。 我们先把我们的蚂蚁合上去。啊哈，这一只的话是它死掉的时候会对左右旁的队友造成伤害，超级邪恶。 Flamingo 欸，刚刚开始吗？对啊，刚刚开始，经济养起来没那么简单哦。啊，你好哦。好，我们就这么定了。每逢星期日有没有下午，我们就来互相残杀。哎，哇，那是鱼很肥耶，很不。再见。这个先锁起来，你也锁起来，刷个星。好，蚂蚁拜拜，我想你的。 Come on baby， 刷个星，再刷个星。完了，都没有要的东西，再刷个星。太棒，刷个星。行吧 ，No No， 这游戏有麻烦之处。OK， 你看、啊、我对我完全没有手软过，看到我就好像看到恶魔这样。阿萨，卢素维少打了哎、欸，我现在打这个比较多，这好有趣哦。一起死光光，天赐是我哦，和一个天鹅先拿到一只公鸡。可是我这一个流派拿公鸡好像有点不太多，但是可以锁起来，我先看看。刷个星，刷个星。孔雀，孔雀可以拿。哎，为什么没有 ？OK， good。我们又有多一只天鹅，表示所带的东西了，是。那我先不要拿攻击好了。
为什么我现在的套路好像跟上一场好像有点差不多一样？是我错觉吗？那我想玩点比较坏的东西。哦，对吼，我需要三点啊。没事，我要15。啊，我要输一个啦！大家一起死吧！小心！我觉得拿它会比较实在一点。我们又多一只天鹅。OK，Let's、okay, go, baby！ 我好了，我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好了。我给你们看什么叫天鹅俱乐部。我不要，我就不要接神。我今天生我需要三只我才有三金币，我现在这样子放我就有四金币 ，mathematic。我们现在，因为我们现在是跟观众对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看谁活得最久。如果你是跟路人对打的话，那怎么说？跟路人对打的话，你要赢十场才算是完全赢这样子。然后跟路人打才会拿到分数，拿到分数你可以去买帽子。像你看，我顶一头小草帽。三星才三金不是吗？我记得。为什么这个对我好像似曾相识？我再遇到你，我就要下去了啦，大哥。Let's see， 让我想想。先刷新。对耶，你们操作结束过后，有右下角有一个按，那有一个叫做 Enter 的东西，可以按它。按它的话，我们就不用等时间了。松鼠肚子叮了也不错啊。为什么拿老鼠？我觉得老鼠是那种会背叛你家的人哎，要还会给敌方一只老鼠，对。然后可能因为你那一只老鼠害到你没办法赢，我挺不喜欢那一只老鼠的。嗯？为什么丢不起？啊！我又来了，等一下。OK， 我中奖了，金钱流。养没有我这个是什么？用天鹅养蚯蚓？人家用蚯蚓养天鹅 ？No， 我这也是用天鹅养蚯蚓。但我的蚯蚓死了，就代表说我也差不多死了。不要学我玩这一套，这一套基本上是来自杀的。我想想啊。
看不到第二另外一只哎、欸。OK， 我明白了。哇，蚯蚓可以升级了。OK， 猴子的话会给最前面的队友加三加三。哇，这个剧毒！站的位置我有点喜欢。你看，你老鼠害我赢了。你上，你上，丢，你锁刷新，你给我吃，刷新。还有六个人，我真二宝三。呀，有人下去了、哦，啊，有两个人下去了，啊，还有一个人好像是被我亲手送下去了，是不是？什么叫一只蚯蚓打天下？我突然觉得它不香了。我突然觉得你也不香了。喂，其实可以。等一下吗？我要养好一只蚯蚓咯，注意哦。刚好我养蚯蚓，你们就哪毒？你们其实可以针对有没有？你看我血量肯定不是最高的那一个嘛。你看还有一个叫13的，有没有11的啊？要针对他们，不是针对我，针对我没有作用，懂吗？我最多就是像那个海豹在旁边在那边，没有了，我就只有这种作用而已。你看，我输了。他奶牛也太肥了吧！你是专门养奶牛吗？等一下，
让我想想，那你就真香。我要输了，我打不赢你们哎、欸，哭啊、哦！观众好凶、哦，观众对我超凶，你们头绪吗？观众好凶、哦，是因为我上一场那两只50-50的把你们打趴的关系吗？对啊，都要等蛮久，除非你们全部就是快快弄好了，按右下角，那我们就可以不用等那么久了。所有奇效哎、欸，我的妈呀！天鹅还要在哪吗？好，先这样吧。这一场就半个小时，对啊，因为跟大家一起打。你们如果那边行动慢的话，我们全部就要等你啊，大概这样子啊。但没关系啊，我觉得很 OK 啊，跟大家玩还蛮有趣的。你看我在等，都在打字我在等，我正在看聊天室。这个养鲨鱼，遇到其他人，其他人应该就输了。OK， 这边我们先刷新，因为没有我要的。这游戏就可以把这个加三给天鹅。那我们再丢一个苹果给我们天鹅吧，给它吃胖一点会比较好一点。还是要水啊？现在，哦，现在四个人，剩下一个玩食物的，一个玩复活的，这个玩什么？这个养鱼的，然后这个也是玩食物，哇哇哇，两个玩食物，好可怕哦！五十蚯蚓，哦，蚯蚓，我现在已经算也很迟了，好吗？十四人还才50-50，我已经慢了。哦，我遇到这个，好凶，好凶。可以耶，可以耶，我这种打法可以耶。OK， 我来看看哦。我没想到我这个打法可以，我老实说。刷个星，刷个星，好丢！也只能这样 ，Let's go, baby。还有三个 ，Kobe 压下，今天要 Blanke 跟亮。三个很狠的人，OK，
我好像送了一个人下去了。老虎升等。刷个星，再刷个星，给你吃，把你喂上去。好，可以了，我们有东西可以做了。我看看，所以我们剩下三个人。哦，这三个人按得快，我喜欢。完了，第一只看到就是这么大只。吓死宝宝我！我要得心脏病了啦！我要得心脏病了。Go go baby！ 喝水，我看看。残血反杀有点难。好强哦！蛇真的很强，我跟你们说。刷新，我想想，刷新，刷新，完了，他都不给我好东西，刷新。有，我们第二只老虎出现了。OK， 我好了。完了，滑下去了，这个太肥啦！叽叽，哎，不错，我第二名耶，好像第二名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好像我被送上新闻很开心啊？哈，各位观众，你们这样子好像有点不对啊！等一下。